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今天在这里献丑了，谈一个这个，我自己都觉得非常难听，肯定好多就是因为我节奏啊各方面都特别差，节奏还有这种乐感都非常不好，但是呢我却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大概是大学一年级就买了吉他，到现在其实我都还真的不会弹一首完整的歌曲，说起来就是特别悲哀，就跟我学英语一样，英语也是学了几十年，但现在如果说在一些就是就要聊得比较好的一些场合的话，那还是很不自信的，就是哎，现在只是停留在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交流。所以的话，我这个频道也是一个自我记录和不断的突破我自己的一个频道的记录，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各方面的记录。所以我也不怕，现在我也不怕丑，就是有什么就做什么吧。那今天其实本来是不想以这个开头的，但是因为我们上周的话就真正我们的一个乐队就正式开始了，那别人肯定你们肯定会笑啊，因为我这种水平还能玩乐队吗？确实不能，但是我这人就是有点作吧，不作死就不会死，那估计我也不怕死了。我有两个就是玩过乐队的朋友，一个是鼓手，他已经打了二十几年的鼓，然后吉他手的话也是很棒，也是音乐就是科班出身啊，对音乐也是最早跟国内一帮摇滚的那些乐队都玩过的，然后现在是开了个学校在教音乐方面舞蹈方面，但是你说作为自己喜欢的那种摇滚音乐的话，那还是丢了很久。那现在就是我们就是通过去看了一场演唱会，看那个梦剧场的演唱会，然后就有了这种想法，想组一个乐队。但其实他们一开始都不知道我的水平那么差，然后第一天我们聚在一起之后发现我那么差，哎呦，直接就是劝我啊，就劝我每天有没有六个小时来练习啊，因为他是弹吉他嘛，叫我去弹贝斯。那我说实话不是说我不想刻苦，我是真的不可能每天有六个小时，但是我又不想丢弃，就是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我还是想，因为这个鼓手对我跟我关系特别好嘛，然后他也一直鼓励我，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一个专业的乐手来说他都愿意陪我玩，然后那我该怎么办呢？那我觉得就是我首先我做一个后辈，我去帮他们找其他的乐手，找齐了然后他们可以开始玩，然后我作为后辈我就后面紧跟着学，所以我每天我就需要去练一练，然后希望能有朝一日能跟上他们，哪怕跟不上的话那我肯定也提高了不少啊，因为我之前的话我大学买了琴之后其实我就没特别的就浮躁，就没有认真沉下去学，就是那样会几个和弦，也就是换的不好，都不稳啊，然后不快啊，这样的，那指法就更不要说了。那现在他们的话真的是给我机会，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上两个礼拜，然后上个礼拜又聚了一次，然后在我这边就弄了电子鼓啊吉他全部都齐了，就都玩了一次，然后他们又给我一些信心，他说啊你至少会一些和弦吧，那你就来节奏就扫弦啊，这样慢慢来跟，所以的话我不想辜负他们也不想辜负我自己，所以我要继续练，刚才真的是很难听，大家请多多包涵。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大概再聊一下，就是最近我跟滚哥做的这个节目叫做滚出好莱坞滚进哈利坞，那这个栏目的话我们就是以两个人侃得不得
开始，然后也欢迎嘉宾来，各种嘉宾都可以啊，因为只要是跟电影相关的我们就可以聊。我们就是也做了四期了嘛，第一期我们是大概说一下想法，第二期我们说的是这个，第二期我们说啥来的，第二期我们是讲了那个哦 casting 的演员和 casting， 然后第三期的话就做了那个啊 Tina， AFI 的导演，那他是确实是看到我的这个节目觉得不错，然后跟我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那我就对我们鼓舞特别大。然后第三四期的话我们讲了郭德纲和电影，然后之后的话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嘉宾，或者说嘉宾啊，如果大家愿意你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啊，来跟我们联系，来参加。将来的话就是我们会就很轻松，我希望这个节目就是越做越轻松，我们不一定是最专业的，但是我们一定是在认认真真在讲这个我们自己在做的事情和我们希望达到的，就我们喜欢的这个东西和我们将来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在美国的电影人除有很多是学生，学生相对来说是短期的，但也很多留下来的，然后再包括 local 的一些 filmmaker， 其实我们作为亚裔特别是华裔的话，我们真的很需要去有一种这种力量去聚在一起相互聊啊，相互鼓舞也好，相互帮助也好，相互合作也好，这样最终能做出能够代表我们这些存在在就生活在北美啊、美国啊或者海外的华人的一些故事，这个是我特别希望做的。因为原来我做我这个 YouTube 的第一期我就想讲我在想过构思过一个标题，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没有真正属于美国华裔的电影，不能说完全没有啊，那就屈指可数，那也就是喜福宴啊什么李安的几部片啊，那其实除此之外的话真的就没有记录我们这些生活和一些在这边的一些跟华裔有直接太深入的一些故事。那你看看，其实在美的华人有好几百万，小说有400万、300万、400万，那大的来说可能有600万，那其实这个人口已经很多了。那相对于你看我们七八十年代，从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吧，那整个香港你看那么辉煌，香港的电影，那它的人口也是几百万，也是400-500万，当时吗？现在可能多一些。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群体，它粤语片，所以他们的受众也主要是那个香港和听粤语的，然后后来才有一些把它翻译成那个国语，配上国语的，然后像那个马来西亚啊，不像台湾啊，那到大陆其实都是盗版的嘛，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市场。那你看他都有形成他们自己的电影，有那么鲜明特色，有出那么多演员导演那么出色的就一代人，然后包括台湾，那人口也不多，也是几千万人，那他们也有代表台湾的一些电影，包括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代表他们的华裔的电影、华语的电影。那我们身处在美国，在好莱坞，那为什么我们在美的华裔没有自己的作品呢？就是我一直在想的，是不是到目前为止多数电影人都没有把这个地方当成是自己的地方，或者很多人要不然往好莱坞去挤，要不然的话他虽然生活在美国，但是他的事业工作是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台湾，所以他在这边根本就是一个生活或者说度假，然后事业都是跑回那边去了，但没有一个人去，没有太多的人去做当地的东西，就 local 的故事。所以我们做这个栏目的话，
就是想把有这些想法有这些梦想的人慢慢的聚集在一起，我们线上线下各种活动我们一起来做，包括上回跟那个严凯聊过的这个 casting 方面，我们会希望把那个网站做的就是不单单是 casting， 是整个电影人的一个平台，这就是我们的想法。然后将来现在我做 YouTube 的也那种想法也是越来越简单了，就是变得就是更加用内容和这种热忱去跟大家互动，而不是去做太多的剪辑啊什么的。然后现在我这个片子也是一镜到底，我们做的滚出好莱坞滚进哈利坞的这个所有的几期都是一镜到底，都没有剪辑，所以这也是一种挑战，一个尝试，然后同时也是帮助我然后去把这些要该说的东西在短的时间里面说到位。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要继续练我的琴，但也没有太多时间，一天可能练个一个小时算多了。这次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就是非常简单，三个和弦循环的来做。第一个就是 G 两次，然后 D 两次，然后再 C 四次，再回到 G 两次，然后 D 两次，然后 G 四次，然后 G 两次，应该行吧？重新开始。哦，错了是吧？再来一次对的啊！你看我这就是没有节奏感。我都不知道对的还是错的。OK， anyway， 拜拜。